师傅，你看这个电盒子，这个水电工敢这样走水管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这个电盒子是不要的呢？咱们只需要开这个水管就够了。啊！我搞什么的？我跟我拿掉，要不要我给你洗澡？什么的？他们俩？那以你多年的瓦工经验来分析一下，这个水管还要不要的？啊，这个水管应该还要的。那你把这插座盒装上去试一下，看能不能装上去。师傅，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可以让人既有水又有电，要不要让我来试试？师姐，快过来帮忙！不帮我，今天其实就是我一个人过的。你哪天不是一个人过的？还是什么过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师傅，你看，这是水电工的最高境界，水流电，电流水。牛逼！